我叫阿山，大学毕业之后做了几年嘢，有份几好又有得发展嘅工。十分钟，我俾你十分钟同我搞掂佢。仲有个几稳定嘅男朋友。算啦，我哋分手啦。唔好啊！可以有回到过去的功能，但是只得十分钟啫。你爸爸血糖过高，佢仲掉到昏迷。